今天是大潮啊，潮水开始退了，咱们赶紧下去看看今天能抓到什么货。走，出发了。一到大潮了，你看就跟两个螃蟹落一起似的。来吧，出来吧，见见面。看，基本上啊都在上面晒个太阳，它就有那个活力了。这个也太小了哈，太小就继续晒吧，拜拜。哇塞，这谁把自己的手套放这里了？嘿嘿嘿，这里也忘了有些日子了吧，跟我这个正好一顺。妈呀，这大半夜的，如果说不细心的话还以为那个手在这地方，挺恐怖的。行了，给你带出去。哎，走了。这个就厉害了啊，来，有没有活力？来说句话。看来你也是不会说了，不过确实是个活的，而且没有黄，这种就不要了。行了，给你放生一点，希望你能健康的存活下去。走吧。我的妈呀，这个包怎么这么大呀？嗯，是一个泉眼。哎，走吧。这是个什么洞？哎，不对呀，嘿嘿，这个花甲啊，不过这个季节花甲都是这种洞，特别好认，找你来海边就能找到，关键是太多了。我天哪，看这是什么呀？嘿嘿，又是个八爪鱼的壳，这个就不给它带回去了。行了，给你挖个坑，埋点土，数上一二三四五，来年多长点八爪鱼，然后我好来抓。行了，拜拜了。嗯，嘿嘿，这是个，看里面有没有东西。嘿嘿，是个空壳，不过这个海螺壳还是挺漂亮，被那个浪花给打的全都发白了。行了，这个也带回去吧，当个工艺品也不错。走了。天哪，这一个，哎，我天嘞，没用了，看来是没有气息了。哎，爪子还动，嘿嘿，给你挖深一点啊，这个天太冷了。来吧，进来吧，挖深一点，要不然就冻死了啊，冬眠吧，拜拜喽。我天哪，嘿嘿，这个海星，就是水有点冷，刚手套湿了没戴，挺好哈、啊，像都勾个子，就像那个鱼钩一样，钓个鱼啥的都能用。行了，这个挺大的，回家给它炖一下，吃这个黄特别香。带走了，大地又裂开了个缝，嘿嘿，哎，对呀，在这儿呢，我还以为是个那个花甲。这是一个花旦蟹，看冻成这样就全缩在一起了。来吧，走了。这个皮皮虾是真会藏，都跑到那个水草底下了。你跑到水，哎呦，你跑到水草底下，我又找不着你了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来，再给敬个礼，嘿嘿，再来一下来，哎呦，不行了。行了，这个季节的花甲都跑出来了，基本上跑出来都是大的，水底下是没有什么空气了，都往上跑，吸呼吸新鲜空气。走吧。哎呀，我嘿嘿嘿，我天哪，哇塞，这个八爪鱼好大啊。哎，这个腿怎么断了？哎，但是啊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谁给你截胡了，把你给打伤了？来吧，这个可以哈，也没啥活力了，没啥活力，就回家吧，回家给你煮一下，是吧？